迎收看完全娱乐。天哪，好久没有来了。对啊，你看他们的欢呼声比谢谢谢谢谢谢。你需要他们这种阿谀奉承的话吗？啊，你需要他们这种阿谀奉承？其实现阶段还蛮需要的。好好好，对对对，再来一次。好帅啊！谢谢谢谢，没关系。你真的超久没来了，怎么了？哦，就最近在拍戏啊，然后现在那个 teaser 还有一些预告也出来了。有看到，有看到。怎样？你觉得怎么样？来指教一下。我觉得我们先私下说，没有。其实，而且我知道今天是发你的 teaser，你的个人角色出来，对不对？哇，你有发了。对啊，我把它用成就是一定要抢先看到这样子。哦，真的、哦？那你看到，你觉得你会想看吗？哦，目前是想看的、哦。为什么？还说目前是想看的？对啊，我觉得你发了到这边就好了。嗯。因为我想要知道每个角色，因为那个还有就是三明治女孩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张瑞轩有演嘛，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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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就很想要看你跟钟耀的组合会是怎么样子。哦，我自己也是蛮期待我们在荧幕上呈现出来会怎么样。应该是很，你们两个都就是跟之前角色都会很突破，对不对？对，而且他，我觉得他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是说，他的这次角色还蛮跳的，那他其实之前的戏路不太像这样子，所以就蛮期待。那你自己呢？你觉得自己有那种比较跳的风格，或是？我觉得这次这个角色还蛮像我自己本人的啦。哦，真的假的？对啊，是真的有。你看雅琪姐那个嘴角。好，那所以雅琪姐你会收看 ？OK 啦。哎、欸，三明治你有看是不是？哦，这么忙还看？所以你有看过《终极恶女》？哦，他是只有我们来主持之后，我们来主持之后啦。对，所以你可能之前他也都没看。啊、没关系，没关系。他纳豆哥也没看啊。对啊，算了算了。啊，没有，他别的平台不看了、啊。哇，三立才看这样。手边往内弯啊。OK， 好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今天会送出什么。对，我们今天呢要送出的是 NCT Dream 的那个签名拍立得，没错，而且这签名拍立得是全体的，好不好？就只有我们手上拿的这两张，就这两张 ，OK？ 我不敢呢、欸，我不敢摸到那个，对啊，我是这样子拿的、啊，那我还要这样子拿，而且你这里没有跟我讲一样的吗？你要跟我讲一样的吗？而且今天小姐拿来还用，就是那个。就是用一个袋子，他自己也不敢碰到，就是交给我们这样子。他那个防摔袋，有，他用防摔袋装、哦，就是会那种啵啵啵的那个，对，就是软的，就是很重视这一次的拍。对，而且只有我们有。对，那这次 NCT Dream 呢，也就是推出了他的第二张的迷你专辑，叫做 We Go Up，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因为他们这次的风格好像有点不一样。对，跟以往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次呢就是尝试了 Hip Hop 的风格嘛，对，跟以往不太一样，是说变得比较热情，然后变得比较有态度这样子。所以大家期待就是 NCT Dream， 然后如果要得到呢一样的，我们最后直播后会告诉你们这样子。对，但是第一步当然还是要先设公开分享我们的直播。没错，因为呢接下来我们也要送出今天就是演员们今天要来的来宾的那个签名拍立得，对，还有以及他们的周边商品。素的。又送的是爱情练习生的周边商品，是他们那个 Love 的一个笔记本。对，签名的，哎，它是有还有签名的、哦，还有签名，签名笔记本。哇、wow ，对，这是第一个要送给大家。再来是今天的来宾 Novi， 也要送给大家他们的签名拍立得。对，所以今天东西算是非常的多了。对啊，算是三组了。是，好来，我们先收，好，我们看怎么收。来来来，先看要怎么收。来来，很夸张，来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天啊天啊天啊，很夸张。好 ，OK OK， 好，还双手。OK OK OK。好，所以今天要得到这三样东西，一定要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跟我们一起待到最后。对，待到最后就可以知道我们第二步骤是什么。没错，那我们就赶紧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爱情练习生的演员群们：简廷瑞、唐正刚以及何梦圆。Hello， 嗨，耶，好久不见。对，哎，所以你宇宙，你和之前和那个简廷瑞还有何梦圆就认识了。是，也是也是。那你认识唐正刚吗？哎，我是他的小粉丝，因为毕竟我是 EG 粉啊，你是 EG 粉，我是 Energy 粉，哎呦，所以我追到最后《天生反骨》那张专辑。哎，你好像聊这一块吗？等一下，小哥好像没有聊这一块，不想承认了。对，天生反骨嘛，最后对是，没事，我又是有去签唱会。好，谢谢你。对，然后李彦，你应该忘记他。李彦，因为对，所以今天终于就见到本人，也是蛮开心的。谢谢。然后是子弘跟那个小王哥认识嘛？
我不认识何猛远和简直，但是我认识唐正刚。对，那就之前合作过。对，之前本来我是要参加他们团体，那后来被刷掉了，这样子。真的假的？真的吗？当然是假的。到底几岁？我当然开玩笑，我那时候年纪很小，差不多出生吧。没有那么夸张，好不好？你也没到，出生。小刚也很年轻啊。对啊。对啊，毕竟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是演都是演高中生哦，对啊，对啊，聊到戏来来，好好跟大家宣传一下，没错，爱情练习生，来，我要遮住啊，不是因为我今天穿得太不合群了，为什么？为什么不合群？因为我刚刚一上来就被学姐呛，怎么说？她说我难得一年多没有回到玩，居然穿这样，怎么你穿这样怎么了吗？没有啦，就是没有跟他们一起搭配。因为其实我们三个没有讲好，就是一个默契。然后来了，我跟他很搭，对，然后他就是不搭。不过我要讲，其实也很合理，因为现在我们的戏播到第八集，那第八集呢，我在里面已经是边缘了，差不多该对对，我在那边劈腿了，然后已经换他们两个了。哦，所以这个 set 这个搭配 OK， 对，所以 OK， 所以 OK， 潜移默化蝴蝶效应，对，真的有，默默就是搭配起来。好，那对。大家对爱情练习生应该有很多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啊，就这一部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戏？来，这算是一个其实像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十年磨一剑，或者是你做一件事情，比方超过一万个小时，七年之痒。哎，对对，哪里痒？四年如日中天嘛。你这样，我没有，我们在那个成语大赛，成语大赛，好，来，爱情练习生，哎。对，打乱小刚了。哇，我可以打乱他的节奏，很难得。对，因为我刚才就在想说，就是要怎么接你的话。没关系，你不用接，你照可以。没关系。他一直都是这样吗？对，差不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报仇，因为你一直说来探我的班都没有探啊。哎呦，你这样。好了，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好，你们私下来解决。好，我们私下解决哈。那就是现在爱情练习生其实就在讲，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你不断的练习，你就会成为大师。可是在爱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就是爱情是值得每个人去学习一辈子，然后你每一段的经历你都会成长，然后从中学习，然后不断的进步。对，所以爱情练习生就在爱情里面，我们不管几岁都是一个练习生。真的是真的真好。所以你们在里面是演几岁？十八，对，高中生，谁准你问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就是他也是高中生，没有，那演起来有觉得特别的，就是觉得回到那个时期，还是会觉得天啊，好不自在。就小刚应该比较不自在，我们两个就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对，我都是现在差不多，对，就是蛮能体会那个时候的感觉。OK， 小刚我都不知道，你在演的时候也差不多，差不多，我也很体会啊。OK， 不会回溯到很久，就一下子就回溯到，感觉就是昨天的事而已嘛。没有，其实很遥远。不会，但是他很厉害的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说他是，你知道，就是不会。觉得他离，因为毕竟不会觉得他是用演出来一个，对，就是他的样子，就是我们在演戏的过程就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同班同学，就是高中真的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对，就心智也是差不多那个阶段，所以没那么还不到高中，对，心智还不到高中。哦，所以你反而这部戏演成熟了，这样对啊，好难哦，最难就是演成熟，对啊，还没经历过嘛。OK， 然后里面是三角恋，三角恋，对，对，主要呢就是在里面呢，就是唐正刚爱简廷瑞，简廷瑞爱我，啊，我爱你，等一下，什么？再讲一次，这样。OK， 唐正刚爱简廷瑞，简廷瑞爱我，啊，我爱唐正刚。哇，这也哦，后面有这一趴是不是？三角，天哪，所以看到最后一集大家就知道了。你确定哦？你不要确定，你不要。啊，没有啊，开玩笑，这一段是友情啊，友情啊，友情啊，那 OK， 不是爱情。所以你们其实爱情里面也有包括友情的因素在里面。有。其实就像刚才讲，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对，等于是高中就是死党，就好朋友。对对，那死党很容易，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对啊，死党一群人和在一起，男男女女就会谁喜欢谁，谁有些火花，暧昧一下这种感觉。OK， 对，然后从尤其高中那种青涩时候一直到大学，那正是你在爱情对爱情最渴望，然后也情窦初开，对对对，最有机会不断去学习的，对对啊。而且其实，在那个时候，你的那个爱情的观念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萌芽的，其实很重要。对，是，对。但所以这时候女生就要面临选择，对不对？对。他其实像我们是不是爆太多雷？他其实已经有选择，他其实讲完了，他其实选择了。
他其实真的吗？我们现在看到，哎、欸，是明天要播到第八集。第八集，对啊，其实已经快到尾声了。现在刚好是在一个最现在是白热化的对最虐心的时候。哦，对，有看到那个预告，感觉就是你已经快要已经没有机会了、啊，你已经。我就是被伤透心了、啊，那你后面等一下，你这个，你这样大看你这句话，真的会更想骂。没有、啊，我伤透了他们两个的心了、啊。对，是啦、啊，就友情、爱情都伤到这样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欸，但我想要先确认，就是 David 你在里面是一开始真的就是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你对他好像有一点感觉。你说一开始对啊，一开始就是有，你说在里面吗？对啊，其实你要说外面也没有关系，没有戏外，我们戏外等一下聊。不好说，不好说，好想听哦。一开始。对啊，一开始其实最早，其实我是对他是有一点好感，一点喜欢的。OK， 对，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发现他喜欢男生，对，在戏里面，对，有点误会到，对，然后所以会觉得啊，就是刚好在那个时段有另外一个男生很认真，然后很用心的追求我，然后被感动了，然后就交往，然后到后面。就变渣男，对，就变渣男。OK， 然后他今天就穿这样。没有说戏里面，戏里面。OK OK OK。你要戏外自己就是有一些对号入座。我专情好不好？是不是？专情好不好？那你们会觉得就是跟哎笑什么啊？哎、欸，你讲你专情，大家都在笑。现场都在笑哎、欸，你看我专情，怎么回事？我讲到自己都在笑。好了好了，专情专情。好，那你们会觉得跟自己的角色会差很多吗？就是自己本身的个性跟里面的角色。嗯，我先讲我的好了，因为我一开始收到这个剧本。好，其实蛮像的吧，因为其实我哪一个部分？全哪一个部分？就是渣男的部分。因为正好在里面是高中嘛，然后跟他谈恋爱，然后正好跨到大学，然后有了新的吸引力，然后不同价值观，然后就可能跟别人就搞暧昧。其实我真实的高中也是这样，我交往了四年，然后正好跨到大学，然后也真的喜欢别人。所以你那个时候是高中跟他在一起三年之后，大学还有一年。对。对，然后最后一年就很挣扎啊，真的，就在两个中间选择，是不是？就是没有，就是后来就跟戏里面其实蛮像的。哦，刚好这个故事也是为你而写，刚好有参考你的故事在里面，所以在里面演得非常的好，就是演自己。天哪，完全自然呢。对啊，直接本色这样子。OK OK， 原不怀疑呢。我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在我觉得高中跟大学这个时段，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蛮有感触。就是当初我自己在看这个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有感觉，因为我在高中的那个时候，我刚好我真的也是被一个男生劈腿。哇！对，你说男朋友要劈腿？对对对对对，就刚好也是发生在那个时段。那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就是小刚讲，其实爱情练习生这个东西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不管就真的是几岁的人，20岁、30岁到70岁，就是我觉得不管什么年纪，就是爱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大家也都是在学习。对啊，对，那只是我们在爱情练习生里面讲到的年纪，就是高中到大学。对，那个我觉得对大家都算是一个很有记忆，然后很有回忆的，对对对对对的一个时期。嗯，小刚呢？就是其实我是有点久远，但是有点想不太起来。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其实他就靠演戏来回忆他自己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故事。没有，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比较不一样，我那时候在跳舞，开始跳舞，开始接触街舞，然后所以我的全心比较投入在街舞上面。但我觉得这个角色跟我自己本人，有一部分像，就是对于爱情就是喜欢，但是如果比方说我真的今天我们是好朋友，我真的喜欢我朋友，然后我又知道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喜欢他的话，我会退让的那一个。天哪，哇，你会退一步？对，我会退一步，我会觉得算了，感觉跟朋友要顾全大局。对，然后常常其实也就因为这样就错失了一些机会。是，对这个部分其实我跟凯文是像的。那如果那个女生这时候跟你告白了？唐振刚，我真的超喜欢你，我不懂为什么你到现在没有对我出手，这样。你说现在跟他告白吗？不是啊，真的就是，那也太久了吧。你到底在干嘛？你到底在干嘛？我就是那个问题、高中同学跑来说，我们这是 live 不能。唐振刚 ，David 很呛哦。对啊，我说在那个当下啦，就是你，因为你刚刚说你的个性是这样嘛，你会顾全大局。可是结果女生自己跑来主动跟你说，那我就出手了。没有，因为如果女生。对啊，都已经在跟你告白，对啊，可是有些人会说，
就是会骗他说我不喜欢你，因为他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嗯、这个就是我要讲，这跟我在角色里面的差别，就是在角色里面，其实他有尝试要跟我告白，但是我害怕，所以我假装我是喜欢男生或什么就拒绝了，让他误会。可是实际上。就是实际上的我是，就是如果女生已经都主动了，直接说哈，就是也冲了啦，也冲了这样。哦，瞧瞧一下衣服，整理一下，准备告白。对对对对对对。OK。OK OK 啊，提醒一下，太不要太，接下来还是有些考验，好不好？以为有别的问题，然后就我们要进行游戏的环节。OK， 那我们要跟你们玩的游戏就是韩国以前有玩的一些游戏，脸部运动的部分。对，好吧，我们就要跟你们脸部 PK。那首先呢，你们会我们进行两 round。然后第一 round 是你们来宾先，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些加码的部分，我们先上我们的那个道具 ，OK， 啊，好厉害，要脸夹椅子，对对对，哇，很难，你玩至少让你们舒服的坐着，听说很难哦，因为等一下脸会很累，这夹不起来吧？来来来，我帮夹椅子，来来来，你们都没给人算，他说夹那个夹子的夹椅。好，就是呢，等一下我们会放就是长条状的软糖在你们的脸上，好不好？就是长这个样子，眉毛之上，好吧？如果有 follow 到丸鱼的那个粉专，就是小记者他们是昨天就是练到就是半夜三点，对对对，很多那个主图的照片，那你们知道是要 po 你们的吗？我知道，现在知道了，有点不好的预感，照片超夸张的，对啊，你是说他们怎么夸张？就是九宫格，很狰狞，非常狰狞，感觉就是没办法吃到啊。对啊，等一下你们的脸就死定了。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有成功了。对。所以是有可能的，好不好？对他们说一分钟加油了 ，OK， 没错，一分钟，对他们自己说一分钟，练到半夜三点然后才吃到，然后我们节目会有，然后跟你们说一分钟就可以吃到这样子，对，哦，拿起来就吃了吗？好，如果好，等一下就是你们就自己慢慢来，因为我们就不计时，但是如果掉下去的话，就是全部从头来过，对，所以就是到时候那个这个长条的形状是先发你们的眉上，嗯，好不好？然后在你们就慢慢的狰狞，用你们的脸部，然后弄到嘴巴这样，但是不能。用手对，然后吃到人即获胜，然后另外两位要拍丑的签名牌立的给大家 ，OK， 第一个吃到就赢了。来，那你们自己，你们可以挑自己的，自己选自己爱的形状。对，这是昨天晚上练习过的。对，他们那个就是用这个练习，是不是？我建议挑那种摩擦感比较强。什么叫摩擦感比较强？像这个感觉就是摩擦感。这个嘞、啊，是吗？可是摩擦感比较强，它会不会就是一直动不了啊？就一直黏在那边。哦，也有可能，对啊，你要害他对不对？我没有害他，兄弟，好兄弟，可以，OK， 好，好了，那你们就，那你们就自己放，对，放着，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这样子，你就自己瞧。天啊，这个对，就是女神，不是我刘海先把它弄起来，对对对，要先弄一下，我可以帮你们检查一下那个角度 OK， 我觉得 OK， 好。Oh my god！ 好了，你们 OK 的话，告诉我们那个好 OK。何梦远，你要放下来一点，因为你太乖了。还是你想、啊、你要让贤是不是要让一下？他放了一个超高。OK， 好，这个差不多。哎、欸，这个角度很烦呢、欸。你们好，对，掉下来是要重来的。我觉得大家会一直截图哎、欸。对，现在就是其实我们的那个阴谋就是让大家截图，对，粉丝截图时刻，所以如果要看到这一幕，赶快分享直播给更多人看到。好了，我们刚刚开始，来来来 ，OK， 那预备开始。哎，天哪，后面好强哦！哇，太夸张了吧！他已经弄到鼻头，哎，等一下，很强，我也知道。哎，这样子他赢了，我们就结束了，对不对？对。梦魇赢了！没有，还没有，继续哦，继续努力，继续。我太快了吗？继续哦，加油，可以，加油，你可以的，很棒，快舔它，快舔到了，快舔到了，快舔到了，快，不可以用手，不可以用手，我帮你，可以。哎，等一下，你不要再出新闻了。有了，知道，哎，你很厉害，哇，对啊，我们大家，你也吃到了，没有了，好啦，其实这一关是何梦远获胜。刚刚他们都在静静的等你。对，我们其实都大家都在静静的看着你、啊。很可爱，很可爱、欸。你们要吃掉吗？还是需要吐一下？对， okay 哦、不要浪费哦。掉但是你的不是掉下去吗？你不是掉下去吗？对、啊，你不是掉？我掉下去。哦，那 OK。没关系， okay. 因为他其实这边已经是何梦远赢了啦，他们两个算输。对。好，好厉害、啊！你可以不用拍，你等下可以帅的拍立得。哎、欸，他应该是目前纪录保持人最快的。
也没有什么记录啊。你有练过吗？就是跟他们比啊。你有练过吗？没有啊，没有。可能哦，没事。我以为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最近特别饿，变比较胖，然后脸部的那个肥肉比较快传达到。哦，最近吃比较多咀嚼剂，就是动很快这样。对对，我真的真的最近失策。那你们怎么那么慢？你们不是很常吃吗？哦，比较瘦 ，OK，OK，OK。看一下文学的表情，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加码会外赛，好 ，OK。就是玩娱乐会派出我们两位主持人，然后跟你们一起 PK。所以如果你们可以赢，一样是这个吗？一样是这个 ，OK。对，然后赢了的话，梦圆就不用了。好，那你变主持人，对，你可以在旁边讲一些五四三，回味很久的主持人。这是我们池，好不好？我们现在缺男主持人。没，好啦，没有啦。好，把握一下。你怎么变女的了？不是，是因为我最近不在。我知道。对。好，然后我哎，多了一张椅子，是不是？好。好，那我们要哪一条？好咯，来喽。等一下，你刚刚是挑哪一条？我挑黄色的。好，那我挑黄色。好，我也挑。我也挑。有差，他刚刚那个速度，来来来，速度之快，真的真的真的。我不知道啊，就吃。来喽。好，这一关就是如果输了就是丑的拍立得，包括主持人也要一起。如果我们俩再输是两张，对对对对。哎，那如果我们赢得的话怎么办？啊，对啊 ，OK OK， 对啊，对，来喽，倒数喽，准备，等一下，主持人 PK， 爱情练习生，开始吗？开始。那眉毛上面，眉毛上面，哎呦，世纪大战哦，来啊，三二。一 go， 哇哇哇哇哇哇哇！哎，子彤很快哎、欸，哇塞，鼻子太挺了，什么？哎，太扯了吧！等一下，我鼻子是鹰钩鼻啦，怎么？你们要重来？哎，两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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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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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David David 差一点。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这位每次都停在这里。有了，对啊，你每次都停在这一条，哎，对啊，永远卡住，哎。哇，结果是我们输了吗？哎，我赢了，我赢了，因为刚刚宇宙先嘛，然后再来是小刚，小刚，对，对，他第一个，他第一个。有啊，有在练，有差，真的，有在练一些联盟。速度很快，还是最近也胖。那我要确认说，那我们主持人赢了还要拍吗？为什么？哎，对啊，我输谁？哦，只有一位优胜者，就是。就我们各自一队，我以为我们组成是一个 team。没有啊，我们也是分开的，对，大家都分开各自。好了好了，好，说明大家喜欢拿你的丑的铅笔拍的。没关系啊，自古真情留不住啊，没关系，来。因为我们这次怕要飙多少成语。我们今天成语大会啊。OK OK。好，那你们，哎，我们就是马上来拍的吗？铅笔拍的，好，那我们等下拍 ，OK。我先玩下一个阶段。好，来，那你变来宾。好，对 ，OK OK。好，那我们就是测那个测，先后面测一下道具。嗯。对。钱包。好，哎，那软糖其实蛮好吃的，好吃的，对，蛮好吃的。我小时候是小小的三个，一层汉堡，汉堡，一堆汉堡，里面很多个。对对对。我题外话，你真的有在练习吗？你说脸部接受的东西吗？脸部接受的东西，你有说实话，你有没有练习？我真的没有练习。哦，好。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两位主持人不知道我们要下来 PK 哦。对。所以他们刚刚在那边跪着求我们，说拜托跪着你们。刚刚雅琪姐还哭得天花乱坠。对啊，说拜托你们玩，拜托。真的节目做不下去了。好，那接下来也是有关脸的。哎，为什么你们都要设计他们一些脸的游戏啊？因为演员脸部表情很重要，对对，所以也是一个考验。好，接下来是我们玩鱼非常就是火红的表情包 PK， 对，因为粉丝就是截图时间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PK， 然后一样会由那个粉丝来决定胜负，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就一个表情包先出来，然后就和梦远开始，好，然后顺序这样过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对对对对，一个一个 PK 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秀第一张表情包。Right。然后让那个梦圆先开始，你有看过吗？哎，这个感觉蛮容易的，这个可爱的啦，可爱。猫咪。好，就是所以现在粉丝都可以那个截图，要很像哦，好像有一点哎，要对对，给正面，给正面，要看清。可是它那个猫咪好像没有牙齿哎。哦，对对对，哦有有这个有这个有。有哎，这个有。再给它一个瞳孔放大片，更像。哦、很可爱，哎、欸、有哎、欸，哎、欸、真的有肥到哎、欸、有，哦没事没事啦没事，为了这个表情包，
真的有，因为刚刚你在做，就是现场大家都说，哎、欸，我真的有胖哎、欸，有胖这样。为了刷你得到大家认证了。好了，好来，我就是要吃胖来赢这个。对啊，他其实为了今天挑战，好厉害哦，好认真哦，敬业，好认真。哎，那个，哎、欸，我们还是同一张图，换剪掉。对，然后 Derry 刚刚那一张。我因为我忘记戴隐形眼镜，所以我其实看不太到他表情真的。你也差不多，好不好？你看那个，你跟我一样，那不然你就哦，那可以了。那个学何梦远的表情，那你教他，你教我，你教我。对，这你最擅长啊。我看啊，双下巴，包子脸啊。对，然后不能露出牙齿，不能露牙齿，对，没错，没错。好了。然后看这，然后看那个镜头，尽量缩牙齿，有缩啊，对啊，好，我们停个两秒，一、二，哎有哎有哎，是可爱的，蛮可爱的，对啊，有啊，但梦圆是目前还最像的，那个肥度有像，看，好想看，好了好了，再换唐正刚，好来，唐正刚很难哦，因为他一直他那个脸太尖了，对啊，又推不起来了。没有肉，早就叫你不要一直运动嘛！真的，来试看看，试看看。不能露牙齿，角度给那个正面，然后露牙不露牙齿，嘴巴张大一点。有哎、欸，其实还是有像哎、欸，瘦版的啦，瘦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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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瘦，哎、欸，怎么变惊恐了？真的好瘦，惊吓版。你在害怕什么？哎、欸，有有好可爱。好，很可爱，是不是坐上瘾了？对啊，哦，蛮好玩。没有，等一下还会有。哎、欸，我为什么又是我？好哎、欸，哎、欸，我觉得你今天超久没来，大家都给你一个 surprise。哎呦，不要装可爱。哎、欸，也蛮、欸……好的，可能他太瘦了啦，太瘦，太帅了，好可惜，太帅，太帅。没事，我们以后不听制作人的话。对，我们以后不要听制作人的话。没有啊，好， okay、我们来下一张表情包 ，stand by 一下，一样是梦远先开始。好像没有难得到梦远的图。对啊。哎呦！哇！哎、欸，我觉得好厉害哦、喔。我好想看猫系列的、喔，完全看不到吗？哎、欸，你可以参考一下他的。OK， 你直接打到何梦远镜头。对，你要不要干脆直接看何梦远？等一下，你看何梦远，直接看何梦远。等一下哦、喔，他其实是有点笑，怎么有点像？我看一下，我他有点笑，有点笑容。我像吗？他是猫咪，有点笑。等一下，那你的眼睛要往那个对左，哎、欸，左上撇，对不对？左上。哎、欸，有，这很可爱。好，有哎、欸，牙齿好整齐。有哎、欸，好。有，大家粉丝有截图到 ，OK。所以那个听众刚好看到，看清楚。对对对，看清楚，我走到那个前面去。换你。换你。来。左上撇。哦，这有虎牙的会获胜的。哎、欸，怎样啊？欸、怎么换你？换你近视是不是？换我近视。来喽。好像可以再裂，可以再笑开，就是尖笑一点，尖笑。然后嘴巴真的，怎么有点喜憨的感觉？好像颜面神经失调、哦。对啊，那像卡到糖果吐不出来，卡在喉咙那。对啊，好，换唐正刚。来。哎、欸，我发现你都太瘦了。哎、欸，可以有那个笑容有。有，我觉得这个要有奸笑的感觉。欸、这个我觉得这个唐正刚最厉害。对，欸、有哎、欸，这个有，这个有。有，哎、欸、呀，配合那个。鱼尾又出来啊！对对对对，年纪比较哦，鱼尾纹吗？就看有哎、欸，很像猫的那个。你才鱼尾，全家都鱼尾。有像到了，我觉得这一关唐正刚这个有猛到，有好粉丝可以慢慢的有一心里有数了 ，OK。来，好来最后一张还有啊，没有，对，最后了。哦，这好难哦！天哪！因为你要默默到、这个、头那个。这根本就为你而设计啊！天这个抬头纹，他、欸，你这个双下巴不起。哈巴狗。对啊，你犬系列都很像哎、欸，再囧一点，眼神再囧一点。Oh my god！ 有哎、欸，有衰到，有衰到。欸、你真的是没有，这是一个称赞。Okay, okay, okay. 为了赢得这个比赛。Okay, okay. 那婷儿刚好看清楚吗？有吗？你刚好看清楚。哦，好，可以哈。好来。
你感觉很开心哎。你要衰一点，衰一点，衰一点。嘴巴要往下。无辜的样子好难哦。有要够长的无辜。有哎、欸、有哎、欸，好了，可以可以，我觉得有，我觉得有。难以比喻的表情。安静，要做安静。很想说些什么？在想要下什么结论？丑是太丑了，太丑了。已经没有办法比喻。是可爱的，可爱的。来来来，最后。我很期待他的表现。你这个真的会太瘦，我觉得你挤不出来，真的挤不出来。我觉得心情有，但表情没有。对，好像皱褶不够多。对，没有皱，在往上，在往上。那是皱纹，那个是皱纹。你才皱纹，你全家都皱纹。一直攻击他。这个好难，真的太难。还是你需要手的？这样子。OK。那这好凶啊！怎么变成脚头了？尬草啊！有好啦，再有一点，就好像无法，我无法，不知道怎么弄。有，还是要有一点肉的人才做得出来。啊、其实我们现场讲的不准。哇，你今天蛮，他今天很鞠躬，我帮你把它拔掉，我帮你拔掉。没事啦，没事没事没事。回去算这样子。真的是。好，所以粉丝现在就是你们投票的时间，你们觉得谁最像的，你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哎、欸、说那个。就是三个都最像的话。就是有很多人都说小刚最像。真的、啊。那不像两个人，像哪一个？就是要拍丑的拍立的，继续更丑。那我大家直接拍五张，从第一关到现在。你要直接拍一百张 U 币这样。你下一部戏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用直接给我一盒拍立的。对。梦也是真的蛮像的。我觉得，嗯，谁最像不是啊？我觉得大家投我是谁最胖。你这样说出来，谁最胖？大家都知道，没关系，真的没关系。OK， 没有，或者是大家太久没看到你，想要投票给你。好好，不要不要，不要这样讲。好，粉丝就可以开始留言。OK。哦，真的吗？好，好的，好。OK OK， 好，那我们就等粉丝的那个最后的投票。粉丝就可以开始留言投票。我们最后来，我们先来再好好宣传一下这部戏。好。哎、欸，你们要拿那个板子吗？还是你们有背下来？有有有，有背下来。爱情练习生，然后在每周四，然后在 Love Love A P P 大家可以下载 L U V E， 然后每周四的晚上8点，对，可以准时收看。对。哦，也就是说明天晚上8点。对对对，明天晚上对，明天的8点上是第八集。对。你们要不要预告一下第八集有什么内容？就是让大家先抢，先听一点。刚才有讲啊，就是现在第八集已经是进入就是感情白热化状态，对，對就是该扎的也扎了，然后该开始有一些化学变化的也开始有一些化学变化了，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有看前面的话，这一集我觉得会蛮精彩的，对。但如果你还没看的话，你赶快先上去，可以去补看，对，對對對今天可以先补看，对，然后补一下，因为它一集其实很短而已，大概十分钟而已，对，所以我们就是短短一集一集，所以其实就是你走路啊，拿着手机随时都可以看，吃完一顿饭就看完。但现在播完答案就可以看了，因为我昨天也是花一小时看，所以没有一小时以内就很快啊，很快真的，对对对，而且就是快很准，因为你们想要在就是十集内嘛，然后就是讲完一个整个故事，所以大家每次看完都会说怎么又结束了，对啊，真的很多在很精彩的地方，然后就我泡面还没开，对，哎有那么快是泡面不是泡那么久，我喜欢吃烂一点 ，OK， 所以而且有听说你们后面的结局会有一点揪心，就是有点想不到。对不对？对对，这边就没办法透露，真的先不透露，因为我有默默听到，但我觉得大家一定会 surprise 你们的结局，对，就你们两个在一起嘛，男在一起，哎，你要讲出来了，为什么要讲出来？没有啦，不是要讲，不是这走向，好好好，啊，刚刚投票结果出来了，好，对。结果是梦远跟小刚最像，什么意思？票数一样，一定是你今天没戴隐形眼镜，对啊。某梦远还是就是相对最，听到你可以帅完拍就是拍立得哎，他从到底就是拍帅的帅拍立得，哎我应该吧，我刚刚已经弄出那么多肥肉了，好吧也是也是，对啊，你都这样说了，对啊，好，无法反驳，这糟糕，无法反驳，对啊，我只能用笑声这样子带过这一 part。好好，那我们就是哦，最后是我们会送那个丑的拍立得，就是拍五张嘛，还是一盒拍立得。OK， 好，那明天呢？明天就是八点，就是有你们第八集，希望大家可以八点继续锁定，大家多支持爱情练习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先 news 一下，等一下 ，Novi。
接下来的节目呢、yeah. 都会非常的精彩，没错，我们现场表演是。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次跟大家说，分享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东西要送给大家，有NCT Dream 的签名拍立得，还有 Novi 的签名拍立得，还有爱情练习生的 Love 的笔记本，还有他们刚刚等一下要拍的那个丑脸的拍立得，有帅的也有丑的，有帅也有丑的，所以要分享我们的直播，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 Novi 带来的 Why。Wow. Yeah.哇、oh wow, ！欢迎欢迎欢迎 ，Novi， 请到前面，来到前面。子龙哥、宇宙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OK， 我宇宙姐了，是不是？已经是对，你已经姐了。OK， 宇宙姐了，不要再装样了。好好好 ，OK 吗？来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OK，Hello， 大家，我们是 Novi，Novi， 我是吉他手 Hank， 我是主唱 Sean， 我是鼓手 Mark， 又有贝斯手 JK。好怀念这种团体介绍的感觉。有子龙哥要一起吗？怎么讲？就是他好，我们是 N O O V Y Novi。OK， 来，就说我是帅哥子红这样。好，我们来宇宙姐，宇宙姐一起，宇宙姐一起，就最后一个好不好？我不怀念了。来，大家好，我们是 N O O V Y Novi。我是 Sam。Yeah， 我是 Hank。Yeah， 我是 Sean。我是 Mark。JK。Yeah。Show。一样起来了吗？对啊，回归年轻的感觉。有没有刚刚访问那个年纪大的是有差？也没有，这样子一走就这个样子，不对，没事，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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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这次所以这次带来一个全新的作品，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对，我们推出我们第二张国语专辑，叫做《Song》。对，然后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我们想带给大家很青春、阳光、活力的感觉。从封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戴着那个阳光的头套。这个想法是谁想的？这个是我们跟公司一起想出来的，真的讨论出来。对对对，因为很多人以为这是 key 上去，但我们真的是带一个太阳的板子，对，是实体耶，这个实体啊，可爱耶，它质量算蛮高的，它是木板，木板，哦木板，它是木板，是有一点重量的，是不是？对，有点重，有点重的，对对对。好，那老实说，你们心里有抗拒不想带这个吗？老实说。嘴软，但是在拍的那一天，我们在淡水那边拍，然后人又蛮多，真的是有点害羞。对，因为很多人在看，对，他以为我们在干嘛一样，对，以为大家在遛狗，四只狗怎么在那？对啊，松狮，跳蚤，穿着衣服这样，对啊。没有，那是就是一个代表，就让他很清楚知道你们就是要表达阳光，对啊，很好，很好，对对对。啊，这次里面好像 Sean 也有就是创作啊，对，很多首歌曲，六首，对，有填词还有写曲这样都有。对，可是是之前就有尝试，还是就这一张比较多？之前就有尝试，但这张比较多一点，而且这张比较特别，是它有我第一次的日文歌词，也是自己创作。对，所以叫 Looking For 这首歌是在写我们在日本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听。对，哇塞，所以你已经中英日都尝试创作了。小色略，天哪，赶快先飞啊！没有。刚刚旁边团员开讲，什么时候讲完？每一次访问都要访那个创作，我鼓也很认真在打。没有，不要那个 beat 也是我想的，好不好？没有鼓会有音乐吗？对吗？接着。这会好吗？对，大家不要这么负面，好不好？好，来这边吵架的，对，不要，我们先好好的介绍。对，我们这次专辑还附送了一个环保杯套，对，很可爱。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我比你们专辑还想要啊？不是，不是啦，想要拿美工，是美工要隔开专辑拆完拿完杯套，说哦，专辑的球不用了，谢谢。我们都线上听了专辑环保，因为最近就是环保议题又很就是很。让大家要重视，我又缺一个环保袋，完全刚好可以用这样子，而且上面的插图都是我们自己手绘的，哦，你们手绘哦，包括外面这个真空包装，外面的都是我们画，自己把空气吸掉的，对，自己真空的，没有那么扯啦，你们是怎样用嘴巴吸的？哎，你们是蛮嘴的哈，嘴巴没有，很好，好，就是很用心在制作这张专辑啦，就希望也参与是自己一些 idea 在里面。对，没有错。好，这一次好像有一些就是有关，因为你们就是上一次宣传完，好像就回就是到回日本，到日本再继续宣传。对，那这中间我们也跑了蛮多巡演的。对，就我们算起来，我们
今年就是整个一年在日本应该有200场的演出，200场，从几月到现在200场，从去年一月到今年的，其实是两年了，两年加起来这样将近200场，两年，哇，那这样有赚钱，这样有赚钱吗？有赚钱也不能讲，没赚钱也不能讲，但是秘密，因为最重要一定还是经验跟就是粉丝给你们回馈嘛，就是最重最精彩的精彩。我们视钱如怎样？还不错，还不错，也不错，钱不错，钱不错，不要说不要说粪土，钱很好，钱好。面包还是很重要，对，面包是啊，是啊。那像你们两日本台湾这样跑，有没有觉得就是两边粉丝的差异怎么样？对啊，差异啊。其实我觉得差异是。一边讲日文，一边讲中文。对哦，这真的写意的差别，还有语言的差别，这样子。对，因为台湾粉丝比较有时候会喜欢拿手机这样拍，就他们喜欢用手机去记录。对。但是日本粉丝他比较会想说应援动作，对，他会在你的歌曲中看你能加什么一些舞蹈或者什么手势，现场演示一下的，现场演示一下，来演示一下，有种波浪。比如说我唱 Y 好，我们主打歌，唱 Y，OK，One Two Three， Let's go Y， 我们一起疯狂。他们会是他们自己想，他们自己想之类的，而且是一群人哦，一群人一起同时做一样。走到宇宙，我们去日本，好可爱，对啊，我也想要看到这样子。之前有看到那种就是很大型的，大家下面是一片，那超壮观，在转的。对，而且你们会更欣慰，就觉得好可爱，你们就为我们做。我们还有那种去参加别的乐团表演，然后我们跟他们在下面跳那种，我们也跟着在那边。还有一个出来带队，然后就是比出来，然后转，然后大家就跟着转。哇塞，然后你们就跟着听话这样子 follow 他们。到那个现场会有那种气氛，会有大家一起融入，然后不知不觉就去了。去哪里？去哪里？你要去了？去转？不知不觉去了？你讲话讲好啊，大哥。OK， 转，冷静。那感觉你们就。这一趟就是还是蛮棒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累积很多粉丝跟你们经验，对不对？对，蛮替你们开心。谢谢。因为我也很怕上次访完你们就不会再访到，但是对啊，你们是越来越棒的过来。对啊，而且我们上次也没有听到他们现场的演唱。对，因为你们这次诚意十足。是啊。对，就是还搬来这样子。但那为什么一直放在后面不收掉？因为我们还有下还会有一首哦，你们还有歌大家还会再吵你们一首。你以为我在乱讲话对不对？我以为要 cue 下一首啦。对啊，哦也是差不多。而且这首歌最近很红，最近很红。对，要不要自己讲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因为最近很红。因为最近很红，其实就是红嘛，然后看可不可以赚一点点阅率。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其实本身自己也蛮喜欢这部电影。对啊，看完之后真的是哦一整个感。对，真的吗？对，你们都一起去看还是分开？分开去看。好，这种事就是分开进行。这种事分开进行。毕竟跟三个男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所以言下之意是各个分开跟女孩子去看嘛。我们再嘴软一次。不过这一部音乐也是很有关音乐，其实对你们真的真的对对对，看来真是心有戚戚焉呐。那你们练这首歌有练很久吗？没有哦，所以是蛮驾轻就熟的。也没有，就是我们想说，真的是很临时决定说我们要哪一首歌，然后我们说，不然这首歌最近这么红又那么好听。但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啊？我们刚刚其实都没有讲到。哦，对啊，这首歌叫做 Shallow， 就是 OK， 好，你们先到后面预备一下好 ，OK， 就我们边做让你们调一下音，然后边聊。OK， 那我们有做一点，因为它原本比较抒情、比较慢，我们有改编一下，比较小、轻快一点。哦，变成比较你们的风格的感觉。对，哦，很好。所以像这种要讨论的东西，是要就是团员也会一起出意见嘛？所以我这边可能要这样谈。四个人，对对，都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就打一打。哦，就拿乐器就起来，对对对。所以我们练团是都是血旗，每天都要吵。这已经是第三个鼓手了。对，没有，上次小蔡，上次也是他。没有啦，我们是每个鼓手都整形要整差不多，对，因为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有换。真的，而且身高也要找。对对，我们是有精心挑选过，而且也要找那种不讲话的，不然会传不出来。这个怎么那么高呢？怎么会讲？个性有变哦，个性要差不多。好了，准备好了吗？好了。
还没有，我还没有瞧一下麦。好，那我们继续讲。哎，那你们有现实有戴这个头套表演过吗？哎，嗯，还没。好主意。我觉得要不要下一次你们再来的时候就直接戴着它？哇，真的吗？真的。好主意。画面好像蛮诡异。好像。等下你们拍完有留着吧？有留着，留着，留着是有留着。天哪，真的不要浪费那个环保。经费不够，下一张再一样造型。那既然都送了这个环保袋子，对不对？那我们的头套也要环保一下。重复使用。下次戴，下次对戴在别的地方，然后再下一次连那个宣传服也环保一下。对，好，准备好了吗 ？OK OK， 好，好，那我们欢迎 Novi 带的 Shadow。谢谢。哇塞，真的是不同的感觉。对啊，不同的感觉。来，我们。所以就是这时候没事做，就是这样子。弹手指。对啊。OK， 来来来，麦克风，麦克风。那下一次可不可以你们表演的时候，我也在旁边弹手指？可以可以，是 Novi 的一部分。是。这样子是。说到弹手指哦，我们的 Mark 有一个非常屌的才艺。哎，怎么直接 Q 到这个弹手指？来，让大家见识你弹手指有多快。哎，你是？你是一指弹还是？它是四指哎，对，是我是四指，因为平常大家都是一手，对啊，对啊，但是我会加拇指。哇塞，你平常手指来练哦？他练了八年，我练手指，练了八年，我们才小时候开始练，是不是？所以你们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哦。我没有办法哎，就是会卡。对，我被拆台了，被拆台了，被拆台了，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他练了八年，那你今天说啊，你好像可以。这样子他我不太行，就算你行，你也要把它藏起来。对对对，那个手对不起，藏口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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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手指头了，我不太会。哦，非常的可爱。来来来，演唱完歌曲有一个那个专辑演唱会，最近有一个有两场活动，一场没有在上面写到。我们在11月17号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在中立的搜狗。有签唱会，免费签唱会，对的。然后11月18号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西门河岸留言有专场的演出。哦，对，厉害，对，厉害。是久违的专场演出吗？对，就是久违的专场演出。OK， 哎，不是，是我们的专场演出。久违就是别人，陈久违吗？还是陈久违？还是吴久违？是 Novi 的专场，是 Novi 的专场为主，不是久违。那久违是谁？久违是可能那个我高中同学，他刚先走了。林久违，林久违，这个林真的有一个叫林久违，对不对？没有没有，是随便灌一个上去。对不起，好不好？我们就是11月18，又尴尬，自己收尾，自己收尾，自己收。我们讲这话很简单，就是下次戴这个头套上来表演就好。好。好啊，好，那里面的内容要不要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里面，因为我们这次台北场有厉害的，感动感动，合音这么准，然后讲话狂走一样。里面里面有什么？对，那就是我们台北场有神秘嘉宾，神秘嘉宾，嘉宾厉害的，是一个蛮前辈的大咖，男生还是女生？女生，所以会跟你们有合作，对，合作，正妹合作，专门做这个演唱会的。来头作品这样子，对对对，或者会让他蛮期待。而且这次的表演桥段有加入很多我们第一次尝试的尝试的，好了，你弹手指就好了，尝试的桥段。我本想说不要戳破，因为这很明显。我们已经先说，我们跳一下，重来，一二三跳，尝试的一些。就是我们有很多第一次尝试的。对，尝试的演出桥段，对，好，真的要来看，绝对物超所值，真的真的，对对对。哎，那你们演唱会的时候会戴那个头套？当然是，哎，因为我们刚刚有问题，不是嘛？因为刚刚我们有收到就是线外消息，就是说如果你们戴的话，粉丝也都会戴。哦，真的吗？这假的真？他说如果你们没戴的话，我们也要戴太阳头套。还是说粉丝不用戴没关系？对啊，不要再为难自己。这样子那个粉丝可能会插到隔壁的粉丝。可能要离有一点远，动一下就插到了，因为那个磅数比较高，对，尖尖会硬。对，自身安全为主，对，安全为重。秘密，我们会再考虑一下，会考虑一下。OK， 然后发型抓超帅，然后就戴那个，没有，结果直接抓发，直接抓，直接抓上去，染成那个黄色，对对对，也蛮可爱，有可能。大家出一个那种周边是发箍这样子，然后做软质的，哎，真的，哎，真的可以，真的可以，蛮好。你们真的觉得可以是不是？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蛮好的，真的可爱啊，
环保杯套赶出了法箍，环保法箍买了用一辈子，若干这个真空包装都赶出了，对啊，真空包装都自己压了，对啊，自己把自己摔出来了，自己吸，他怎么办不到？没问题。好，那要怎么得？要怎么就是 follow 你们演唱会的资讯？哎，去哪里买票？搜寻我们的脸书 NOVY Movie。对，然后 iPhone 也可以买票， iPhone 也可以买票， 对， okay， 对，上面有详细资讯。当然现场也可以买票，对，如果只是可能票价会比较高，稍高一点，或许也现场也会卖完的状态，所以大家要快，要赶快赶快去，对，看我们多强，对，对，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就是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要感受他们在现场就是的魅力啦，因为就是只能在有一些视频看到他们的就是 live 的样子，但是我觉得现场感受你们一定是最真实的，真的是，而且又幽默这样，又很整，又热，你们有一些 talk 的桥段吧，对不对？有，就是神我们有讲干话的桥段，那就好。我们表演通常都会讲笑话，对，那粉丝会笑吗？真的是有一些不会笑，有一些会，那你们自己先笑。你说表演讲笑话，还是表演与表演的中间？表演跟表演中间，中间 talking 的时候，我们讲，我说好，我们今天带来笑话，就开始讲了。笑话，对，好，对，我们有笑话担当，来，笑话担当，哎，马克，啊，手指和笑话担当，直接推，来，等，好，哎，讲不好的，我来问一下，在那么前面没关系，来，跃跃欲试了，来，最干净的鼠是什么鼠？最干净的鼠，对，卫生鼠，环保鼠。卫生署还是环保署？哎，这笑话讲答案了。对对，你那个 tempo 有没有 tempo 有点奇怪？那个对不起，你再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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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你那鼠鼠年纪大，你要让我想一下。最有礼貌的鼠是什么鼠？最有礼貌的鼠，你行，你好，你可以。我不知道，不好意思，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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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Nubi， 谢谢。记得大家一定要来看我们演唱会，没错，一月28，我们不一定会讲这么冷的，不好意思，对，我会再准备一下，我会准备过，好不好？一定要支持哦。要听 Nubi 最多笑话，请到他们演唱会去听。没错 ，OK， 谢谢 Nubi， 谢谢 Nubi， 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先 news 一下，等一下呢会有我跟子宏的粉丝许愿池。哦 ，news 一下，拜拜。呀、yeah, ，粉丝许愿池时间，久违的粉丝许愿池时间。对，所以现在粉丝呢就开始留言，因为毕竟就是婉瑜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组真的很太难见到了，真的很难，就太难得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就问一些可能大家也很久不见子宏，可以就问他一些问题啊，或者是我都可以哦。要，因为我跟总现在为什么会拿手机，是因为我们现在也同步，就是在看粉丝们的留言。我们要边直播边玩游戏这样。哦，对，然后其实。假看留言那边真玩手机，假看留言真玩游戏。对，好，所以大家可以开始留言，然后也可以分享直播，因为今天有很多东西要送给你们。是的。这样就宇宙跳舞啊！我抓到了，宇宙跳舞，对、啊，来跳一段。对啊，宇宙跳舞再一次。对啊，再一次来。宇轩，你是我现在开始点你的大头贴。我觉得既然我们今天拿手机上来，我们就是要点大头贴。我现在直接看你，我记住你的样子。这要怎么跳啊？不知道，他那个图案就是跳圣吧，还是什么？就那种润吧这边这样子。来一段啊！我要怎么跳？如果有音乐我就跳。好，那我们先下一题。如果有音乐我就跳，好不好？子宏今天怎么有空？好日常的对话，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其实在拍戏，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最近拍戏可能很忙啊，很累啊，是真的啦。对啊，但是我觉得说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来玩鱼，因为毕竟说可以公开的跟大家讲话的时间其实挺少的。对啊，今天有这个粉丝许愿池的这个时间，我也是很开心这样子。子宏唱歌。现在抢看对方有什么要求？宇宙跳舞叉滴滴，又一个，另外一个，这个王竹莲，快点，很下面是不是？没有很下面，没有很下面。紫红三连拍，紫红跳舞，他愣了，让我抓到了。竹莲，你这样子不太对哦。竹莲说紫红跳舞，我要看宇宙表情包周小比。哦，你就表情包吧。好不好？表情包一下吗？好，
三连拍，三连拍，这有什么放签了？你就三连拍吧，三连拍，放弃的那种狂，放三连拍啊，三连拍。啊，就这样，反正跳舞你也不敢跳嘛，嗯。谁？我、说我没有拍新戏。之后如果有新戏的消息会告诉大家，因为现在好像有一点秘密的在进行，自以为秘密的在进行，这样没有，就是还一切在洽谈当中。哦，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期待，期待。但是要先期待是你的新戏最快，就是哦，对，因为十一月的时候就会播出了，很快、欸。是、欸，我看已经有在宣传，下礼拜吗？有到那么那个，因为那个《爱的三点一四一五九》也那个杀青了嘛？ 对，他们已经杀青夜了。那其实我这部戏就是在十二月二十还是啊十一月二十？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十一月二十几号就会播正式播出。哦，好快哦！天哪，对，已经十一月了。好了，希望你拍戏局还是可以来玩鱼。一定会的，对不对？嘿，你问到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我只能说谢谢你。有在追丁宇在哪里？我要去你的那个 FB 按个赞。啊，没关系，那个帮我记一下。我跟明杰频道怎么跟我笑？就是因为最近就是明杰也是主持，然后我也在一直在拍戏。其实我们很少很少时间凑起来，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大方向，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乱搞。对吧？我不想要就是这样接边这样。哎、欸，大家好，我是总跟明姐，然后开始这样子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呵呵，对，大概可能年底。对，我天啊，你好忙哎！你有时间就是对啊，其实还蛮忙的，所以只好对，而且还要跟还有跟明姐弄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对。OK， 这个粉丝有这个粉丝有陈嘉敏，你说跳。然后还有紫红可爱三连拍，你刚有三连拍了吗？我刚还没啊，就被问到别的问题。你先三连拍了。好，我先三连。那你等下也会三连拍吗？没有啊，没有，他们没有叫我三连拍。有啊，你看他们说有，而且你是可爱三连拍，刘纯婷问的，紫红是可爱还有指定，我是没有的。好，我先三连拍送给大家。天哪，好像很久没有做这件事情嘞。来来哦，就看这一期是不是？没有，我在想说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三连拍。OK， 好一好，不然一个主题给我。对呀、啊，好吧，女主持人三连最正常这样子，好，三连拍。一，自己在那边好一。我快睡着了。哦，有这个有这个有金鱼嘴嘛？好，好二，第二个。哦，庄文艺，还是啊，还是第三个？庄文清吗？庄文清。好勉强啊，他的脸，好尴尬。他的脸刚刚就这样。有了。好吧，我们请紫红示范不尴尬的版本。不尴尬的版本很简单啊。好来。是怎样？你说可爱三连拍吗？对，你的好像是指定要可爱。我不要可爱啊！好，不然你任性，你要什么？咦？我还是附送第四个。啊！再一次，我觉得太敷衍了，不太好。不要，好尴尬，好尴尬。真的会耶！谢谢。再来给我一次开场式的尖叫，谢谢，谢谢。哎、欸，对他们已经累了，他们一小时之后已经累了。好，来挑最后一题。好。哎、欸，对，我发现他们好多问题哦，都是宇宙。最好是。对啊，宇宙时间很难瞧哎。紫红最近还有活动吗？最近有活动，那个在哎、欸，这可以讲吗？可以吧，因为我记得那个出来了，就是我们之后十二月的时候会有校园，那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就可以。他很怕你讲到别的不能讲，但他知道啦，是对，十二月的时候有校园，那如果有在 follow 我或明杰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讯息。该不会我们校园会遇到吧？哎、欸，所以你十二月的时候有校园
表演还是主持？还是一定是主持？你觉得我一个人可以表演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你会唱跳。哦，你说自己，我自己这样出来这样子唱跳。对啊，不知道，无限可能嘛。是主持，我们好像真的会。欸、真的吗？你讲一下。我们好像真的会遇到哦，可以讲同一场。是同一场。十二月一号的中国。好，没有中国，所以我们如果 Q 你一起下来表演，你是 OK 的吗？呀、啊，你是觉得我不能表演是不是？欸、对啊。你们认真的吗？我认真的、啊，你要吗？如果你要的话，好啊。可是你们的新歌我还没有练呢、欸。啊？你们的新歌我还没有练。我们有新歌吗？假发喽，假发喽！你们是最近如火如荼在录一些音吗？没有了，好了，这我们私下再讲。有啦，你们在练新歌哦，有啦，私下再讲。对啊，微尴。他们就想要看我们尴尬。不是，我就想说你可能会解放自我啊。对对我可以啊，飘向北方吗？那个不知道几年前了。Oh, OK。我 OK， 但是我就跟紫红强碰到了。没差，都给你唱，我无所谓。Oh, 真的，那你去旁边主持。其实唱那首歌蛮喘的，真的很喘，钱不好赚，其实真的很喘，钱不好赚，对。好了 ，OK， 我们还是讲一下我们这个第二步骤，然后以及我们今天会送出的东西。没错，如果你要得到 NCT Dream 的那个签名拍立得的话，你只要说出呢，他在留言底下说出他的新专辑的名称是什么。专辑名称。如果你想要再拿到我们的爱情练习生 Love 的笔记本，你就要说出这个爱情练习生会在哪个平台播出。Yeah, 如果要得到 Nuvi 的签名拍立得，你只要说出他的专辑名称是什么，你就有机会获得哦。所以三样东西。11月24号，好不好？一定要锁定，没错，锁定我的粉丝专页，还有那个东森的粉丝专页。OK， 持续 follow 我们两个的动态，然后收看完全娱乐就可以知道喽。OK， 好啦，那最后下礼拜继续锁定完全娱乐，拜拜，没错，拜拜。